设置的空间，不管是阅读，或者是能够在这里有一些互动。那我相信无期图书馆经过这一次的整建哈，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很喜欢。那我们也期待因为海线双港副都心的开发会引来很大的人潮，我们要加紧把这些包括像交通水利的基础建设，以及文化教育这些软实力，同时都能够把它提升上来。